来点猪头肉，要一斤。哦，下面压着一盒。行，我再要点凉菜，海带、苦菊、豆腐丝儿。八年了。好，谢谢啊。走，俩猪蹄儿。你拿着，拿好啊。再买点大饼，走。要一张大饼。大饼。啊。要完孩子来买点猪头肉、凉菜，还有大饼。刚才正买饼呢，然后就是也是隔壁店的吧，老板，然后认出来了，跟他聊了几句。现在回去，这个猪头肉是专门给我老公买的，今天下雨给他。特意买的猪头肉。刚才我回来接孩子的时候跟他联系，已经跑500多了，挺厉害的。我也跑了500多，我跑的不太好，今天特别特别堵，感觉。看看跑多少钱哈。跑了，这个手机也比较卡。我跑了516，然后拿了可能有40块钱的奖励吧，500多块钱。但是我这500多跟他那500多比起来是差的挺多的。然后今天不想做饭了，就买这个凉菜，猪头肉、大饼吃，回家再熬个粥，走回家。我也已经把粥熬上了，再炒个鸡蛋，洋葱炒鸡蛋。炒糊了，看看，咋还得硬解吗？这个，差不多。几个，我跟你说，一定到达了极限了。见着就见呗。呛到牙。人也到达了极限。帅的能解歌，我跟你说。给你备好了，已经，猪头肉已经给你备好了。在吗？现在到达了极限了，这是。点啥？先听个啥？不要了。啥林？是蚕还是？蚕。又加了。超市了。扣钱不够。扣12块钱。嗯。行，12块钱加个餐。爸爸给你加个餐。啥呀？鱼。我也不知道啥。这不是吗？小鱼大肉不是鱼吗？嗯。给弄了凉菜跟猪头肉。姐厉害不？你又到达了极限了，走着呗。连奖励500多。啊，连上奖励呗。600多。可以啊。比我都多。比你跑来的多。我跑500多。啊，那比你厉害。嗯，我4点半起来嘞，五点出了门，一直到6点，一个小时没拍完。我这可是纯利润。是的。哦。嗯。可以，算是说到做到了，要不然又打脸是吧？再打都不好意思了。不想让大家失望，几个下雨下来的。看看，新手机好用吗？好用。589。589。36单。给了点奖励。嗯。5块，5日，有55块钱奖励。可以。600多块钱。来。我这个手都发抖，啊。饿来了。不是，点东西点了那个呗。刚才我压超市的单子提2大兜，搁那个小区里边不让进那家。给爸爸搓搓猪肉肉。点着走的呀，搁小区里走一圈。赶紧吃点饭去，洗洗手。今儿别喝啤酒了啊，我熬的粥，喝点热粥，天冷。去洗洗手，洗洗手。好好洗手，手脏。吃饭。老亮。对，你也洗洗手去啊。洗洗手，都去洗洗手。天哪，辛苦了啊！这今儿还好，没下起来，我心里想着还好，应该就是不太受罪。我真希望叫他下起来。
下雨太大了，根本跑不快的。是脏，脏，再洗手一句。发型晒了一批。好，我们都干了，都得吃完。